欢迎光临，请自便。自便？哎，啊，不是那个自便啊，就是你看看就行了，你别给人弄化了。嗯，我，哎，你们每天都换那么多衣服的？哦，你赶紧挑啊，我们一会儿还赶时间去徐科呢。哎，你看看，嗯，这个好不好看？好看啊。以前都是粉丝给我选衣服，我也只能穿数据最好的，我从来没有给自己选过衣服。大车区在哪？哎，润宝啊，我觉得这些衣服都不太适合你。我觉得刚刚看到里头有几件特别好看，我们去里头看看吧。哎，来来来，你来这儿挑，这儿的衣服肯定适合你。嗯。哎，什么是打折区啊？打折区就是卖的最好的。嗯。哎，你不出过专辑吗？打折区就是专辑里的畅销专辑，就是销量最高的专辑。哦。哎，你看啊，这件衣服啊，跟你手里这件比较哈，数字越小的说明什么？说明啊，卖的越好，它数量上剩的越少，就等于说越畅销，明白吧？你试试这个。不过不一定是最受欢迎才是最好的吧？那那些不受欢迎的怎么办？欢迎光临。哎，你不用管那些，会有人买的。你看，这不来人了吗？欢迎光临。快快快，你快换衣服，快快快。这件衣服不错，看一下。嗯。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太丢人了，快快快快快！你这个怎么穿的呀？没人教过你穿衣服吗？这不是这么穿的。当然不是这么穿的了，这啥呀？这是不是怎么穿的这衣服？喂，等会儿，怎么了？卡住了。啊！过来。那你慢一点。等会儿，你给我看。等一下。你自己做。在这躲着，老公看过你出来的监控，我怕他一会认出来你。你把演唱会票给润宝了？人家自己拿走的。我特意嘱咐你，我说你给我看好了，看好了吗？现在又给我拉黑了，怎么办？老，你怎么我又是这样呢？我又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不是好像见过。不，我们好像见过。不，没，你见没见？不可能。他谁啊？哎，你别管了，赶紧把车上丢。你去见陈富贵，你还要带个女的？她是我女朋友。女朋友，不是，咱俩天天在一块儿，你告诉我她是你女朋友？哎，你有女朋友，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你这女朋友还，先这么地吧啊！我家，你慢点，你。